Hello，好久不见啊！最近呢，1月份都一直没有出什么影片那是因为大家都各忙各的，而且学期末了，通常也都是考试一堆。那说一堆，我不敢说一堆啊，但是就是有考试这样子。那最近呢，就给大家看一下我的书桌长什么样子哦，但是不是书桌啊，其实只是客厅的桌子而已。这都是害我这一个月没办法好好的出影片的原因啊！那赶快，希望赶快这可以把它考定啊，赶快结束，这样子寒假就应该有影片可以拍给大家看了。那就寒假见啦，拜拜。